狼童是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，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。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，他俩匪性难改，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。嗯，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。 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，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，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，为我所用。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，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。我向解放军投诚，已经铁了心了。麻烦大嫂，赶快向解放军报告，速速派人来冷血滩接管这里。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。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。交给我带走，问题比较大。什么问题？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，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。他们窥视你头人位置已久，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，兵戎相见，相互残杀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，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，一片混乱。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， 形势便会急转直下，不可收拾。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大嫂由浅入深的分析，丝丝入扣，有理有据，实在令人折服。你说怎么办？我就怎么办。那好，你听我说。李维孔，你说的这个办法，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？ 不急不行啊！我怕夜长梦多，节外生枝。不行，事关重大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。大当家的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闭嘴！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。什么？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？ 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欲知兄弟祸福，请当我身犯之累。大当家的，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 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。哼，你心寒？李卫公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对任何人、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，你也好，猴子也罢。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，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。 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。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滩？俗话说，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。<笑>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，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，这一点。 早知今日，我何必当初？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这不是皇上不急，太监急。
可姓柏，小姐可姓雨。我是姓柏，请问您是？聚义堂总管陆阿全。陆总管，您请坐。谢谢。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？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。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，谁？楚玉和，楚大嫂，他怎么说？爸，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，啊！吓老子一跳！二当家的、三当家的，你们快去吧！出什么事了？ 那个赌场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，姓孔的，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，再说10遍也可以。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。你们杀了我的手下，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，这总应该吧？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？这就不用你管了，我既然把人抓来了，我就严加审讯，追溯真凶。 这也是道上的规矩，你还认道上的规矩？哼，我当然认了。那好，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，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，这也是道上的规矩。抢？就怕你没这个本事。那我倒想试试。好，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。如果你赢了，我抓来的人你带走；要是你输了呢？ 条件很简单，你要是输了，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。哼，就这个，我签。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，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。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。没有必要抛头露面。 为什么？比武是假，诱敌上钩是真。如果熊啸天、罗六姑真的能来，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。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。雨梨，你的意见？同意。陆总管，你回去告诉大嫂。 老三，在，马上准备比武。<音>
可不要后悔。世上万物皆可买，唯独后悔药买不到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第一轮开始。 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？。早点认错，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？按照约定，三盘两胜，你们已经输了，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？谁说三盘两胜啊？我要五盘三胜。我们可是白纸黑字。这我不管，我就要五盘三胜。好，我就给你五盘三胜。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。。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。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。我带二班，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，以防意外。马上行动。是。 这一局我不打，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，我就认输了。郎朗儿，你休想难倒我！慢着，不能用你的枪。不能用我的枪，那我用什么？用他。
用它。众所周知，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，但精度较差。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向弹雨一样抛向对方。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，你是何用意？我不打，我不会上你的当。哼，不打可以，那就是说你认输了。郎老二。 你敢不敢接？ 是我从弹夹中泄出来的，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，没有必要耍手段，使阴招暗箭伤人。说心里话，我确实输了，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。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。不，只要他敢扣动扳机，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。 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。这么说，这是一块刀手的肥肉了。顺着嘴角流油啊！既然是这样，我是不会错过的。猴子，你马上去召集李维拱和刘国过来，咱们商议一下出兵的事儿。是。 哈哈哈哈哈！我郎君真是三生有幸啊，让我结识你们这些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奶奶的，这个老脑袋，竟然毁了我剑楚玉和之手，毁掉共军女区长的计谋。这个楚玉和果然非同一般，他的那条鞭子，好似游龙戏水，打得我是晕头转向。 咱哥俩今天这是光腚推磨，转圈丢人呢。可不是嘛，这回我
不但长了狼老大的威风，更灭了咱们的志气。咱们现在几个属下，都不想跟咱们干了。哎，二哥，你说那个李唯恐，是不是在忽悠咱们？怎么了？他说去熊啸天那儿搬救兵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？我也在想这件事。 这里肯定有变，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老三，马上召集咱们的人马，按我说的去做，快！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两个人都不见了。你是说，六姑和李唯恐都不见了？我找遍了四周，始终就没发现他俩的踪影。难道？ 难道他们俩私奔了？这姑奶奶要和李唯恐私奔啊？那倒不至于。不是你说的，他们俩一直要给我戴绿帽子吗？怎么又不至于了？大哥，这什么事儿啊？那都得因变化而变化。这眼下能吸引姑奶奶的，那只有楚雨荷。但是这李唯恐。 这里是通往冷水滩的唯一道路，咱们就在这儿隐蔽着，打熊啸天一个措手不及。问题是，熊啸天能来吗？有情况，队长。太好了。怎么？ 是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。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，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。说他们俩造反，不可能吧？大当家的，你可别再犹豫了。大嫂说的一语中的。 切中要害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，往最好处努力。大当家的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？倒是有一个，哪儿？云雀台。 别紧张，这位是，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。哎呀呀，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哼，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说说情况吧。大嫂，我郎今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，我要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向楚大嫂学习，向解放军投诚。 我说大当家的，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大嫂，我郎金这块地盘，以后就归你调遣了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第一个冲上疆场。郎大当家的，陆总管，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，迅速控制云雀台。好。
记住，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。传我的命令，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十二点。是。六姑奶奶，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，就颇具大将风范呐。几下子？哼，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。谁说不是的呢？李唯恐。唯恐在。你说，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？依我之见，冷水滩是块肥肉，见了肥肉不吃，那才是傻瓜。再说了，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。他们还真动手了，是狗逼。
大当家的，前面有情况，准备撤退。大哥，是姑奶奶和李维公。 快迎接他们，走。郎君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再称呼你为大当家的了。 我就称呼你大哥，怎么样？你叫我大哥？岂敢岂敢！我柏子从心底里认你这个大哥。没错，我们就是情同手足的亲兄弟。我郎君刚干了一点点的人事，你们就这样抬举我。 真让我羞愧难当啊！同志们，我下面宣布一下省人民政府的嘉奖令。鉴于楚玉和同志。